电影中八府巡抚包龙星那可是相当的威风，谁是提督刑部尚书都得靠边站，后来李林英来了也只能陪坐。那么这八府巡抚到底多大官，居然这么牛？八府巡抚也叫八府巡案，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官名，它完全出自于旧式戏剧。不过它有一个参考原型，就是临时由朝廷委派巡视各省考核吏治的监察御史。明清两朝都设有中央监察部门督察院，而监察御史就是督察院中的公务人，所以八府巡抚实际上是个七品御史。但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御史，他虽然级别不高，但可都是皇帝身边的人，是皇帝的耳目和工具，有什么问题随随便便就能上达天听。以至于后来明清市民文化兴起的时候，各种文学作品将监察御史改为八府巡抚，来代指民间百姓视为清廉而有权势的大官。